我在17岁的时候得到忧郁症，在我生病之后，出门或是与人交谈对我都非常的困难，我好像失去所有控制生活的能力。在我生病的时候，我只有在面对画纸，我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，我也只能透过绘画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心情。我希望能够透过我的作品带给人更多的力量和勇气，我相信艺术可以改变世界。